OK， 今天第三天，经过了昨天非常地狱般的残酷旅游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就是非常休闲的买东西。今天就是吃吃喝喝、逛街、买东西这样子，舒服的第三天。对。如果我们今天东西都买得很顺利的话，也许明天还有多一天，看看干嘛？明天还有一天，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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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要去尤多巴西的电器行。走。对。在日本地下道真的是像地下鼠一样，我不知道外面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走出去看吧。现在总部也在那里。哇，它整个电器都有。啊，好痒。米库罗，米库罗，这边。我们去买电器，我们在那个壁谷呢买不到我们要的水波炉，所以我们赶快来这边呢找看看有没有，否则我们这次来就买不到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大阪梅田最大的电器百货。有多巴西？哎，一家八庆果是不是？后面那一家。哦，大间哦。Kitchen。Kitchen.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More fancier than big camera, don't you think? 跟冒烟一样。最新的カメラが続々登場。这是什么杀菌啊？对，就这台啊，哎，这个颜色 ，silver 好不好 ？silver。哎，这边比壁谷便宜。对对对，便宜啊，便宜多少？便宜1万多块，靠！所以壁虎比较贵。10% off。卡斗？什么卡斗？哪里有卡斗？什么样的卡斗就可以少10%？哦，他这边有在卖铝箔网。啊，我们来到了道顿爵这边。我们今天要去一家，听说是电玩的咖啡。今天你要去的 ，Let's go。Aorzia Cafe in Osaka。Aorzia。Aorzia。It's from Final Fantasy 14。哦，真的呢。谢谢。谢谢Jenny, see your face. Jenny, see your face. So, is this the T-shirt you wear? Oh! Go, go! Go, go! Which four? Oh, four. Oh, okay, four. Oh, yeah. Oh, you know, hey. Oh! 面对对面而已。我可以先出去吗？不行了。好了，这就是太空战士第14集的咖啡。中文叫太空战士、啊、对，太空战士，太空战士。OK， 这已经是就是老中青都很喜欢。Final Fantasy 那个。好了，走了。经典的。来走了，没有 living。版权。我贵州的，贵州的，贵州的。Oops， 有开吗？没。这个是什么？过来。我们在那个道顿爵呢，它这一家超有名的那个章鱼烧门口。
们点了一个呢 Seto 跟你就是600块再加一杯啤酒是吧？当然好大块，很脆哦，很大颗。现在来到了道顿爵呢，这个所谓的太左卫门桥呢旁边的这个章鱼烧店，超有名的，后面那边超多人排队的，有人烫到了是不是？你吃太大口了，小心驶的万年船。而且记得哦，大阪的章鱼烧是狗的哦，糊了跟浆糊一样。人家说那叫入口即化。我们说这个狗的跟关西的口味就这样子。我看章鱼快很大块。可以介绍给台南市观光局的那个安平运河，可以使用那个后面那个广告。对，不错，来看。台南市那个整条运河这么长，对不对？浪费掉。我们这边学到一个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台南市政府。对啊。好，马上。台南市观光局。还有认识的是可以服务过去。对，你可以提供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，这样丝毫不浪费空间感。对，这家店呢到处都有，都排很久、很长的那个队。今天呢比较少人，吃看看。好吃吗？好吃哦。是吗？嗯。为什么？好吃吧。鸡蛋糕。然后呢？像那个。有 cheese 吗？台南的 Costco 对面的鸡蛋糕。哦，蛋糕真的很好吃。可是是 cheese 口味的。好好吃哦。不懂。我们在尤多巴西，我们买了一个超级大的小菠萝。超级疯狂。干嘛啊？太低了。什么叫做身为一个国际采购经理人，到日本买水波鲁是正常的。最新的。再计算一下。这里。这边啊。这里。哥哥，回家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。太猛了。所以现在只要看他怎么拿回去台湾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それ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